各位好，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啊，各位好，请坐。各位好，大家高早，大家好。工商服务一个啦哈，上课进行啦。台湾作家用台湾语文创作，吼、哦，即本伊咧写即个，咱也有咧学即个罗马字，也是讲白话字，吼、哦。过去有两大教授啦，吼、哦，蒋伟文甲即个黄春明，吼、哦，因咧争执啦。啊，台湾人写创作、写文章，吼、哦，也是写故事、写一寡文学嘅物件，啊，用中文，也是用台湾文，也是台语文。好、哦，这本来介绍这个故事了。好、哦，过来，圣经甲台湾哈、哦，这是咱这个郭宏斌牧师哈，咱、哦、的这个政治局的这个郭宏斌牧师哈，伊、哦、写的，伊对圣经这个殖民的角度，也是讲对这个以色列人建国亡国这个角度去看咱台湾，甲因有啥咪款的关系？好、哦，啊，这本是伊的创作真好。过来真重要诶吼，这本吼，我来上课一定爱买啦，吼一定爱去读这本册，因为你若无读这本册内底有足侪丰富诶资料，有历史诶资料，有即个美国互咱即个民政府吼解密有一寡机密诶即个文件，啊文件无伫即内底啦，但是伊遮足侪文章，即个秘书长是为迄个文件内底写出来。啊，这本你也无看吼，咱足侪物件，今仔咱要讲的这个主题吼，解读，咱一寡读解袂开啊，啊解读，咱一寡新闻、一寡代志，咱看袂出来，吼，啊你若读这本，就会使，互咱有一个新的目镜、新的眼光来看咱即马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好，咱今仔日的主题吼，解读。来，开始进前，我甲大家分享一个圣经在啦哈。聪明的人哈，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哦，这是圣经内底箴言十八章十五节内底。哦，今仔日大家人来遮吼，就是要求知识啦。哦，所以您就是聪明的人，您的心就是要来遮求知识啊。智慧的人的耳求知识啊。哦，您就是智慧的人了。你来遮拢是要听一挂知识，啊，这知识呢，平常时你的生活环境拢甲你封锁住，你听袂到，吼、哦，来，所以你必须爱读这本《新台湾论》啊，啊，这本安怎读？等于各州吼有读册会，就去读，啊，你讲要读这本，结果你无买这本，啊，就无彩啊，你免啊读，你无法度读啊，吼、哦，我买赛车，啊，我无买车，安尼免啊赛。你得有一台车嘛，吼、哦！啊，你要读《新台湾论》，得买一本《台湾论》嘛，吼、哦！来，今仔日要讲的吼，因为咱这个世界吼，这個、知识啊是讲智慧，即分这三个战处啦。智慧这是较关键的吼，啊，知识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咱今仔日咧讲到的，啊，甲常识啊，吼、哦，三个阶级啦。啊，常识就是咱平常时生活会用到的，但是知识呢？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嘛，吼、哦，我捌听过这句话，啊，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然后你无知识不要紧，但是你要有常识，有常识你靠我都生活落去，吼、哦，啊，知识呢，就是有读甲有，无读就无，走袂去，吼、哦，无可能像电脑安尼，
冠杰资料馆的，哎，电脑就有啊，无可能，就是有读才有，无读就无。啊，接续呢，咱今仔讲要解读呢，要甲大家一寡常识打破，因为你的常识一寡固定的观念甲概念，如果没有被打破，你会看不见真相啊、哦！来，所以咱今麦要做的是打破常识啦。希腊的哲学吼，伊咧争论人的定义是啥物货？人是啥物货？啥物是人？大家敢有人甲我讲？动物、啊。动物，这是一种定义哦。感觉有？高等动物。高等动物。啊，高等跟低等怎么分？智慧，哦，有人开始有去思考啊、哦，咱照这个路线甲思考落去哈、哦。哲学家伊就辩论，讲哦，人就是会讲话的动物了，对不对？有同意无？有啦哈、哦。伊讲哎，狗也咪讲话啊。我甲你讲哦，狗会讲话，甲袂讲话证明伫倒位。狗会讲话哈、哦，你若感觉狗会讲话，举手。哦呵呵呵呵，啊狗也袂讲话，举手。哦呵，哦啊，咱组长嘛看大家咧上课吼，还无举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手麻去啊哟！美国人会讲话嘛？啊，你请听，请甲伊讲，你就要讲伊的话啊，对不对？啊狗啊，你请甲伊汪汪，啊请甲伊讲，你敢会晓讲伊的话？袂晓啦，所以狗也袂晓讲话啦。哦，啊所以哲学家讲。哎、欸，会讲话的动物哦，结果因哲学家吼、哦、一个朋友哦，盖破格啦，盖登刚抓一只鹦鹉来，哎、欸，会讲话的动物，哦，啊，哲学家讲，哎、欸，安尼这个不能定义人呢，哦，人不是这个意思呢，哦，哲学家个想破头讲，人就是两只脚身上没有毛的动物啦，要同意无？哦，自然人啊哈，结果吼、哦，因的朋友进破格。甲一只鸡啊吼，门拢拔了了，吼、哦，门拢拔了了啊！讲啊，你看，两只脚没有毛的动物，哦，这条甲讲，哦，我那真是人歹势得交到这个朋友，弄咧甲我吐槽的吼、哦。来，亚里士多德讲啊，人是理性的动物啦，有同意无？有哈、哦？理性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思考嘛。你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思考？三岁小孩就会思考。就会思考。其实思考是从你的经验跟你会讲话的开始有思考。你会去想。哦，欸，你要讲话了嘛，会去进行沟通啊。哦，其实人不是只有理性的动物，人是兼具情感跟理性的动物。哦，较完整的描述，当然你有很多阶段的定义啊、哦，但是人是同时兼具理性跟情感的动物，有同意无？有啦哈、哦，你有听过狗仔做理性的吗？这个狗饲了，长狗仔饲的，我长食不了，我今仔无爱食，因为臭酸尔。狗仔会安尼讲吗？伊巴肚枵，伊嘛是爱去食。哦，鸡腿甲骨头，伊要食啥？鸡腿嘛。爱人讲，哎、欸，狗仔拢食骨头，唔是，迄是因为咱拢啃骨头食啦，吼、哦。所以今仔日要讲的，就讲咱爱去内察，吼、哦，察觉咱内心的这个理性跟情感。你靠我都解读啦，啊无吼，多数的台湾人吼、哦，那种情感看事情啦，有无？你常常听一句话嘛，那去完街时阵，啊，卖安尼啦，卖安尼啦，有无？迄个情感啦。卖安尼的意思就是讲吼，咱即卖无分是非啦，咱卖破坏感情啦。吼、哦，来，咱要开始解读啊。所以请咱大家吼，一寡情感要先抽离掉啦，用理性来看法理呀、啊。法理一定要从理性来看呐、啊，从、哦、理性出发、啊。什么是中毒？来，这张有捌看过无？该前。该了解这张，这个讲啥嘛哈？对，食啥物货啊？甲啥物货做伙食，啊就中毒，哈、哦！或者农民里后边拢有这个嘛哈？未准哈？不准，你看这有理性，
因为这个东西哈，不见得有科学验证呐、啊，这就是理性思考啊，哈、哦，好、哦，不尴尬了哈，好来，来你看啊、哦，甲丙甲残雷做伙食中毒，啊，佮提供你解毒哦。地浆水，我都唔知影什么叫地浆水啊，哈、哦，哦，地下水好，来，食，伊佮佮你讲哦，残雷甲猪皮做猪肉做伙食，伊个会地沟吼脱皮毛白白的落掉啦，镜头去甲你写出来，哦，哎、啊，伊讲爱用绿豆啊解，这什么货呢？我要甲大家讲什么货 ？A 加 B 吼、哦、会中毒，会有一个 C 来解决这个毒，甲解掉，中毒吼、哦。这张甲咱讲，食啥物食啥物中毒，但是。做这物件吼，你袂共一个时间食啦，吼、哦，啊，这是祖先的经验啦，唔是祖先的实验嘛，安尼听有无？经验就是情感的啊，伊迄无理性的啊，就是讲我食啥物物件中毒啊，哦，我甲阮的囝孙讲唔通安尼食，哦，唔通安尼食，爱着记落嘛，第一代祖先记这嘛，伊天光就食着牛奶啊，食着这嘛。啊，就中毒，啊，就记落来，啊，就记，啊，就逐项就安尼倒起来啦，哦，啊，无一定大家拢安尼食，啊，就拢会安尼中毒啦，哦，我讲的，我即摆咧讲的就是，你啊，你先去看这个物件啦，好、哦、来，咱来去定义中毒啦，食着毒的物件，当然嘛中毒，是不是？哦，对啊，你啊，歹困的吼，即罐啉落，都绝对好困，哦，哎，初一到十五。一个月背起来两摆，吼、哦，绝对好困。好，啊，食着毒的就会中毒嘛。啊，讲一个笑话，讲有一个人去买锁啊，要吊刀自杀啦。锁啊，断去，伫中国做，吼、哦，买农药啊自杀，啉落无效，假的，吼、哦。啊，结果真欢喜，两摆自杀拢无死，吼、哦。去买一罐秘鲁来啉，巧伊，假的。哦，来，同一种的物件食伤多，买中毒。好、哦，来，这新闻啊，伊啉一万 CC 中毒。迄、那個、中毒唔是迄个毒，唔是变毒素，伊是改变你的体内嘅酸碱值，还是讲离子，所以低速到你的身体未适应。迄款嘅那一种的定义叫中毒啦，这个水中毒。来，食着歹物啊，哦歹物啊，毋是迄种空中的歹物啊，吼、哦，歹去的物件啦，吼、哦，也是无新鲜的会中毒，也是讲咱头拄啊迄个食物相生相克图啦，吼、哦，两种无相关的物件掺在食，你就会中毒，哦，安尼定义安尼有清楚啦，吼、哦，来，两种无关系物件掺在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化学作用，伫咱的体内，所以低速到咱中毒，来，所以即种物件叫做食物的中毒。经过扭曲的洗脑教育，你嘛会中毒，我嘛会中毒。咱若是受教育过，咱拢会中毒，这叫做思想的中毒。来，两种无同款的物件就是这個。中华民国敢是台湾？敢是台湾？唔是啊，吼！恁今仔日拢讲唔是啊，阿蛮客气的时阵讲，哎、欸，是，佮佮写落。哦，顶边客气都人安尼啊。哦，张秘书长在讲啊，台湾人敢是台湾人的台湾敢是？也那不是，嘛不是日本人的台湾，是天皇的台湾，哦，主权拥有者啦，哦，这两项物件吼，经过68年的洗脑，予咱叫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所以咱今仔去中这个毒，足深的，今仔咱大家有福气会当来个遮，要来解毒。即咱中这毒足深的，我大家做鼓励啦。咱后咱即摆接续要讲落，拢是咧解毒的。来，咱去敲锤内在中毒思想，足侪物件咱已经灌入内底啊。安怎入去咱嘛唔知，可能是看新闻、看报纸，还是看广告，还是自细汉的教育。啊，人就安尼讲，老爸老母安尼讲，朋友安尼讲，啊，你就中毒。咱拢无去思考，无去好啊，即阮朋友讲的，阮朋友讲的较有道理，无影哈。来，你用联想力。哦，中毒的惯性，你哈、哦、
摕一张白纸，你写。你若看到一个观念，比如讲一中，啊，你著个一直甲写落，一直甲写落。一中，互你想到啥？中华民国，互你想到台湾，互你想你甲写落。你去甲检验，你所写出来物件，敢是正确的？啊、哦，用联想力来甲检验家己内底是毋是有中毒的思想。即个中毒的惯性，即、这个惯吼、哦，指的不是物理学的惯性啊，所讲的是即个习惯性。那功能三个，你第一个反应出来迄个物件，迄叫做习惯性，吼、哦。比如讲，我若讲到最近的新闻啦，吼、哦，油未加紧，你想到啥物货？大同嘛，哦，迄个习惯性。好、哦，迄个是叫做惯性呐、啊。来，请问你几年厝诶？而且一个年轻人，请问你几年次的？79年次，好、哦，做少年的哈、哦。咱甲这个少年的鼓励一下，这少年样怎样要来上课？好来，我告诉你，你中毒了。请问你几年级生？来，这位大姐，你几年级生？5年级，来来。高雷几雷？5年级生，知道要来解毒。好来，我告诉你，你也中毒了。你知道中了什么毒吗？来，年次的概念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年号，有无？那你问你几年厝的嘛？啊，就是你问这啊。要中了亲无？有啦吼、哦，中毒中得很深啊！人家问你几年次，你就直接回答几年次，你那个年次里面就是中华民国年号啦。中毒就是中这种东西啊，你已经不知不觉、很直觉的反射。你几年出的？我19年出的，20年出的，几年出的？你就是咧，你咧饮的时阵就是这样。我若讲伊无年出的观念啦，伊92岁，今麦搁伫咧，搁会行路，搁会食，搁会讲话，头壳搁真清楚。伊甲我讲，伊交合几年出世的，我太知影交合。好、哦，来。所以后一摆人来问你几年厝的，你要怎回答？所以你已经解读啊，第一个已经解读啊。所以后一摆人来甲你问的时阵吼，你的头壳吼爱赶紧变过来。你问讲，哎、欸，我79年次的，唔同你讲，来1999年，啊、哦，你的反应1999，你要去算啊。我问下你几年厝的，来。捌听过这句话无？有，听过牙手啊？哦，好，好，没有国哪里会有家，对不对？對，台湾有没有国？有。有没有家？台湾有家啊，你家不就是家？我家也是家啊，全家也是家啊，哈、哦，没有国哪里会有家？也该骗了。那种占领呢？我们失去了那种国的保护啊。波多黎各与马龙见面啊，他也有家、啊，好、哦，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啊，来，看过无？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阿家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从这边开始，洗脑根本就是从教育开始。咱洗偌久啊？咱去用毒害偌久啊？哈、哦？你什么人？啊？我什么人？我查甫人。啊、哦？有人讲，阮阿伯一摆伫路边啊，人开车唔知影路啊，来甲问，啊这条什么路？阮阿伯甲因讲，啊这个点啊角路你全唔知？你在问你什么人的时候，不是在问你的血统。Where are you from? 是在问你国籍，还是你从哪里来？不是在问你血统。有听过这句话吗？炎黄子孙的牙手啊，现在都没人敢去。都知道，敢有影？有人跟我说，我们都炎黄子孙啊，我说抱歉，我蚩尤的子孙。皇帝跟蚩尤打仗，逐鹿中原，蚩尤战败，阮输，所以阮走来南部。敢是安尼？唔是啦，
炎黄子孙咧，甲你骗的啦，这种叫做巩固式的洗脑啦。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听过无？现在嘛在听。我一个朋友啦，伊个算第二代的嘛吼。伊若讲国语的时阵，伊讲我们都是中国人；若讲台语的时阵，咱拢是台湾人。哎，家己搁会变呢？吼、哦，这叫政治式的洗脑啦。无一个种族叫做中国人啦，有一种国籍叫中国人啦。了解吼、哦？理性、感性，伫遮咱伫遮咧分别啦。来，我们都是汉人，有听过无？来，汉人，汉人的举手。今仔拢无人敢举。来，汉满蒙会长有没有？你太确定，你若祖先位遐来，你太确定一定是汉人，你是安怎确定诶？他毋是满人，毋是蒙人，也是回人，也是藏人，是啊，你遐你确定你就是汉人？你去思考嘛。咱从洗脑讲咱是汉人呐、啊，咱的头壳内底若是有汉人的观念，是咱去用教育出来的，这叫做文化式的洗脑。我们都是华人，有听过无？中国人等于 Chinese， 华人按的华尼斯，会使袂？现在袂使。Chinese 台北，咱改做华尼斯台北袂？华人的名词吼，这个你上网络去查咧，就二点啦吼。Chinese 有中文、华汉语吼，也是这个华人华语的意思。但是华人吼，这个字吼，有一个叫做 Chinese man。华人啊，哦 ，China man 啊 ，China man， 华人来 ，China man 过去叫做支那人，咱无甲歧视啦，伊即叫做支那，哦，支那，支那，哦，唔是雷公支那，是支那，这伊过去就是这种称呼啦，汉字嘛是安尼写啦，哦，吐蕃伊即 T O B E， 嘿，对，迄音叫做西藏，哦，来。你敢是支那人？你敢是？你到底什么人？咱六十八年的教育，让咱唔知影咱什么人啊？一时啊，台湾人；一时啊，中国人；一时啊，汉人；一时啊，本土人。吼、哦，什么人拢不要紧。来，爱台湾人，爱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敢是？唔是吼、哦，什么人上爱台湾？中国嘛，这。这开始有在解读啊，吼、哦，开始有在解读啊。来，这个人讲伊新台湾人，来，你选台北市长讲伊新台湾，因为伊爱台湾哦，哦，这上爱台湾，姓嘛？来，这个嘛姓嘛呢？捌这个人的举手，无人捌吼、哦，哦，有人捌啦，来，马阿公吼，这个医师啦，伊嘛是一个宣教师伊。伊是英国长老教会，伊苏格兰出世的啦，吼、哦、啊！伊1865年来台湾开办教育，啊，伊开病院，吼、哦，为着台湾做出贡献嘛。来，搁一个姓马的，对有捌一个吧？吼、哦，马街，伊来台湾娶台湾某，生台湾囝，死伫台湾，葬伫台湾，这敢是台湾人？台湾人的牙手，不要紧，做你家牙手啊，唔是台湾人的牙手。好来，我跟你讲啦，咱认为伊是台湾人，是因为情感的认知啦，唔是伊的国籍啦。安尼了解无？我认为伊是台湾人，是因为我看到伊的心贡献伫台湾，伊学台湾话，娶台湾某，生台湾囝，死伫遮，葬伫遮。我看到伊的心足认同台湾，我伫情感上认知伊是认定伊是台湾人。但是伊个国籍唔是，安尼有清楚无？所以今仔日台湾民政府要甲大家讲诶，是国籍，是法律，是理性诶，唔是情感诶认知啦。安尼了解吼？所以情感诶认同无法多去定义你是一个台湾人啊，因为因都唔是啊，因都英国来啊，吼、哦，所以。台湾民政府伊咧讲的是法律的台湾人，法律就是指是国际上即个国际规定、国际法所定义的啊。爱台湾哦，看了爱台湾，你想到啥？民进党的选举场无？爱台湾哦，有无？你看爱台湾就是这种的啦，有无？
这手牵手护台湾有去举的举手，有去牵手的举手啊，我嘛有去牵呐、啊，好，我来民政府知影去推下啦，因为你用情感咧爱台湾呐、啊，你无法度帮咱台湾行出国际的社会啦，啊，但是政治你们做爱耍这套的啦，即卖还搁咧耍啊，来，有的人看这支哦，这个国啊，哦，台湾爱台湾。你看到鬼啊！这个跟台湾什么关系？这面旗，咱知影什么旗无？海军旗啦！我来民政府，我蛮知哦，原来这个海军旗哦，你去上网络啊查，这是海军旗，后来变作因的国旗的。啊，这啦，哦，拢穿在身躯顶啦。你啊，对这种女性的哈、哦，越感兴趣的哈、哦，中毒越深呐。啊，了解哈，来，哇，爱叫姐爱有无？爱心，台湾，哇，要一件三千的，我就是爱台湾，情感色的啦，哦，多少理性跟情感有无？咱即摆伫咧讲这个物件、哦，我即摆要甲大家甲这个物件切落开，来，洗脑影片，来，看第一出的影片。好。好，中华民国的侨委会为了发扬呢台湾的特色中华文化，特别定制了三尊的电音三太子来赠送给南加州的星岛日报，肯定他们呢为华人服务的贡献。而这星岛日报也非常开心，说未来呢会让这个电音三太子多多亮相，来宣扬台湾的软实力。台湾够台湾，来电音。三太子爱换上国旗，宣誓不忘本。呵，青脸红脸已经关掉，关掉。来，你都要计较无讲，台湾的特色中华文化，嘿，啥物唔惊啦？台湾的特色为什么有中华文化啦？啊，台湾的特色敢袂当美国文化？那是什么东西，大家要想清楚，那叫做什么东西。三太子是什么人？由谁来的？来，宗教式的洗脑。我对三太子的这个宗教信仰我没意见了、哦、任何宗教都一样。你如果跟这个现在流氓政府合作会在跟我们台湾人在信这宗教的信徒做通敌式的洗脑，这个宗教就失去伊对伊的生命的效忠。安尼敢听有？吼、哦，这个宗教式的洗脑啊！来，看了两个花，你想到啥？想到倒位？大陆嘛，跟台湾嘛，吼、哦，吼、哦，来，两岸，台湾、日本，这嘛两岸啊，有无？啊，下卡嘛两岸。跟吕宋岛嘛两岸啊，我们一想到大陆，一想到两岸，就想到对岸，有没有？我们一想到一跟你讲两岸，你就想到遐，有无？来，内地，倒位，新疆，中国大陆，有无？你看内地，你就安尼想啊。来，内地，这过去吼，来，内地延长主义。日本时代的时阵，内地是咧指日本本土啦。啊，伊起来，甲你说啦，喂，阮中国人来啊，嘛有内地哦，内地是换所在，换九十度，换回中国去。来，较早咱叫做台湾人，叫做本岛人啊，有无？本岛人，啊，则是内地人，个外国人，就三种人俩。吼、哦，祖国，第几个？因为祖国都是国，哦，有人讲中国大陆嘛，哈、哦，有的人可能有的人是啦，有的人是，有的人不是啦，哦，因为可能有人一半的嘛，哈、哦。祖国的定义就是阿祖的国啦。来，在日本时代，铁路地图，啊，台湾都已经归位伫内底啊。恁阿祖那活伫这个土地，迄个时阵建立的国家。因为我来做，啊，清朝就来啊呢。清朝吼，台湾无主权哦，就是因为清朝台湾无主权，清朝开当将台湾挂号日本哦。哎，清楚哦，吼、哦，来，
我有听过这句话啦吼、哦，有长山讲无长山嘛有无？听过这句话吗？来，我要打破你的常识哦。第一代有长山讲无长山嘛，你是长山人的基因的二分之一嘛，对不对？啊，例如二分之一是台湾的本土基因嘛。啊，第二代呢？因为你干啦二分之一尔嘛。第二代你搁爱去娶一个某台湾人啊，无你无长山嘛，你有本土。你有迄个在地本土嘛？啊，你搁结婚嘞，生来会第几代？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啊，是不是？啊，你诶身上的诶基因，你的血统的四分之三是本土的啊，啊，搁嘞八分之一，十来分之一，搁过看，你看你第几代？不要紧，来，你是安怎吼？咱的思想内底是安怎会去认同爬树遐尼少？诶，登山祖国，还是讲你的黑人的登山，哦，你会去认同16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你却不认同你身上有16分之15的台湾血统，为什么？教育出来啊，你从教育出来，从中毒，从洗脑出来，结论是啥？结论就是讲吼，咱来去认同。台湾不是经由血统啦，认定台湾是经由国际法律啦。来，空袭，咱迄个秘书长有问嘛吼？有经过空袭的请举手。哦，即嘛即有年纪的是大人吼，我若讲嘛有经过空袭，经过空袭的吼，有两种人哦，一种是一个细汉囡仔，一种是已经。知影代志的，来案例一，你捌去美国空袭吧？这是一个采访啦，吼。捌啦，我曾经啊。囡仔，伊讲伊囡仔。啊，你空袭，你敢知啥物啊？甲恁顶炸弹啊？啊，日本啊，日本甲恁顶炸弹啊？哎呀，知。日本沉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园的，都唔知。就你几岁？两岁啦。唔过是啥物人甲你讲诶？你讲你知？迄阵都咧心脏咧跳咧震，走美红公河啊，个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啊，上你阵住伫台南边。台南边，十只都听。哦。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这是路人甲尔，你凊彩去甲问路人甲，见你一回。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咱日本啊管的哦。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你注意听伊在讲物件，你甲分析啦。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哦，四岁啊，经过两冬啊，四岁。兵要转的，民国33年才转。所以你对日本的印象是啥个？日本的印象，较早是足歹个。啊，日本啊是足歹。日本啊，你呐，最好啊。好。来，咱来看媒体，也是看新闻、看报道的时阵，咱应该做分析啦，吼。来，伊讲伊两岁，美方空河，日本空袭台湾，迄个时阵日本管的，日本当时的先四岁，日本管台湾，日本空袭台湾，安尼有问题无？矛盾嘛，这就是矛盾力嘛。日本管这土地，还佮摕炸弹来禁这土地，套一句话，中国人讲的，没有破坏哪来的建设？是安尼哦。哦，昏去啦！阁有人讲米29的飞行机，日本嘛有呢。看得贵啊！米29的飞行机是美国做的呢，日本才有米29飞行机啊！啊，所以足侪人诶思想，因迄阵也两岁，其实伊毋知影代志啦。顶个月今仔日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哩啊！你会记哩？你两岁诶代志，是毋是？我唔是咧批评太多，其实足侪人拢犯这个错误，甚至互洗脑，较足严重。哦，日本空袭台湾，啊，日本管台湾，这就是产生矛盾率啊。哦，来，日本，咱看下日本的孙权了啥？足侪印象啦，哦，
可能是樱花啦，吼，还是讲一个神社啦，做者印象西文怎啊顶顶来？这上面人敢改？为什么？为什么教育里面要教你仇视一个民族？如果啦，日本鬼子是一种仇视，你我的长辈，我阿公的日本时代啊，啊，我阿公不就日本鬼子？他为什么教导你的下一代仇视你的长辈啊？仇恨教育在国民党教育里面做成功的啊，这也是一种洗脑教育。来，日志啊，日剧，日剧啊，健康的是什么会？日志嘛，哦，日志的牙手，好，对了，日剧的牙手，不要紧啦，嘿，不要紧，日剧的牙手，来。日剧跟日志，它有基本前提，伊徛伫伊个角度看。日剧有两种呢，大家刚才，不是诗呢，是日剧有两种来，占据，日本占据台湾，日本占据台湾的定义就是用抢的啦，用抢来的啦，来窃据。伊用偷地啦，一个国家要哪去偷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来，请大家给我教，要哪去偷地啦？日治是指日本统治跟管理啊，这种叫做日治啊。好，啊，你也讲日据，还是那个偷窃据，还是占据？迄个立场就是讲，迄本来你的物件嘛，哎呦，日本淘汰去啊，互你日本占去嘛。日本拥有台湾，敢是来台湾甲中国相拍战争，较拥有台湾的敢是？甲台湾根本就无关系嘛，是甲午战争了签即个下关条约，还是讲马关条约，较割让出来嘛。台湾人嘛，莫名其妙啊，讲太，哇，日本人来啊，安尼了解吼，所以统治管理叫做日治啦。啊，因你要跟你洗脑啊，讲日剧跟我们中国人偷的，有无？你每天常常拢讲这个，就马关条约之后的台湾就是属于日本治理了。来，马关条约啦，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伊讲要订这个合约，就是因为吼，惊讲两国跟他的臣民，两国啦吼，清国跟日国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的纷纭之端呐、啊。惊以后会灰啦，所以爱订这个契约啦。哦，接下来再去看，有无？永远让与日本之台湾全岛及等等等等等加啦，好、哦。哎，叫一个经纬度哦，哎，这足精密的哦。这个、经纬度包含所有的群岛，澎湖群岛、平湖啦，吼、哦，平湖啦。啊，这个条约啊，白纸黑字啊。自这以后，敢有一个条约讲，把台湾相当于中国的？无啦，无任何的条约啦。哦，来，方明华，你看像了方明华，像了啥物话？殖民，对不对？那讲的黄明话就想到什么？你是日本人，很好。黄明话是什么东西？中国人教育我们说，黄明话就是殖民，日本殖民的殖民政策。来，我讲我大家讲，什么叫殖民？日本殖民，日本的国语运动啦、啊，日本推行国语嘛，你让穿和服学习日本的生活习惯，学日语，然后写。那个日文奖励你规划成为日本人，来，日本的国语运动之后了哈，你的母语有不见吗？有没有？你的爸爸、阿公他们黄明化之后不会讲母语，不会讲台语，不会讲你的原住民语言了吗？还会讲吗？对不对？那、啊、你说他殖民，来。中华民国的国语运动几年？你的母语断根了啦！现在少年人几个会晓讲家己的母语，来演讲有几个？
什么人是殖民呢？哈，请问什么人殖民？白白公推行国语运动，结果 N 年后，你的下一代不会讲你的母语，谁在殖民？来，讲到一中，你想到啥？中国嘛，有人想到中华民国的无？一中我想到这啊，我一摆买鸡排啊，我对这做敏感的，我甲头家讲，你现在叫一中啊？伊讲，啊，伫台中一中遐出来啊。哦，小敏感呀，这人的含这无电降低的无关系啊。哦，来，你来民政府了，了解法律，你的观念要改，要去承认一中政策。哦，感觉安尼对的，请举手。好，下来，感觉不可以承认一中政策，请举手。OK， 好，下来，无举手的就有困惑了哈。我当作你们有困惑，其实我较早吼，去年在上课的时候嘛，喊恁赶快，哇，他在承认一中，你民政府是安怎？你是甲中国要统一来？一定安尼疑惑嘛？来，统一率，咱有讲啊吼，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中华民国等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华民国，这个统一率也当互换的。今仔日中华民国伊要倒转去啊。伊就是中国。咱今仔日是安怎唔敢承认一种？因为你的筋仔未断啊。中国等于台湾这条神经线没有断了。中国不等于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你这条神经线、毒筋的线都无断，所以你就会惊啦。来，联合国内底吼，来 ，China， 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哎，加油下！中华民国1971年退出联合国。你来一看英文的吼，伊讲中国伊的前会员就是 ROC 啊，伊两个是同一体啊。伫联合国迄、那个 China 的名并无更改啦，吼、哦，并无更改啦。谁拿影片来？谢谢，谢谢。第九个问题由马英九先生主答，谢长廷先生回应。现在请刘志聪先生提问。往后30秒。马先生提出出两岸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来展开谈对等基础上来谈判，或者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谈判？你问你讲一中，同样的我也请问谢先生，对等、啊，您接受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协商谈判吗？如果不接受，您的两岸政策要怎么落实？这辩论应该我会做这两种共轨，共轨啊！时间三分钟，谢谢。有关直航或者其他谈判的问题，因为共的是今天我共的提到很多，直航只是一部分而已。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台湾跟大陆并不是没有谈判过。大陆搁出来啊！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从90年代以后，一共谈了24次，在新加坡孤汪会谈达成4项协议。过去在金门也有金门协议，都是谈过，可是并没有因为一中问题而造成障碍。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协商的。过去我们在1992年跟大陆达成有关的92共识，当然也是一个基础，可以拿来做我们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那么您刚讲到大陆是一个中国反对各自表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说大陆反对过。那么对等谈判也是对方可以接受的，他是特别强调大家这个对等协商啊，这个求同存异，这些都是将来我们可以去探讨的。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大陆把台湾看成是他的一部分，再来跟我们谈，对不起，我们不会跟他谈，我们一定是对等协商，绝对不可能。他已经跟他谈了，矮个半截跟他谈。同时呢，如果要中国也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一部分的，他应该先把飞弹撤除。我们不愿意在飞弹的阴影下来进行有关要飞弹撤除才要谈，吴伯。所以对于跟大陆谈判。我们是非常慎重的，而且我们过去也有经验，不是第一次来跟大陆谈判，所以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找到双方的共同点，能够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先暂时搁置，双方的共同点，焦点摆在更迫切、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实际上，求同存异就是这样的精神。你站在他的立场，他当然随便喊，
我们要一个中国，一个怎么样？但是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是不打折扣的，很清楚的。因此在这种，这个马总统哦，伊甲你讲，我们认为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我头拄啊讲的无唔对吧？无唔对吧？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啊，因嘛讲因中国啊，啊，因两个都相等的呀。因的观念内底，这种正确的啦，哦，来，大陆，伊讲有讲了大陆啊，啊，台湾，啊，一个中国，上面是什么？这其实这个中间是不相等的，那弄个南这会啊，一中的定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啦，全世界啦。全世界在支持的一中就是因呐，啊，但不支持一中，你要支持两中吗？你在支持两中吗？是不是？你不支持一中，请问你支持什么东西？你在支持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如果你不支持一中，为什么会有一中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已经退出了啊，他自己也说他是中国，是被赶出了。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这个物件应该切掉。你甲中华民国都无关系，伊只是来占领，伊是来管，伊是来占领咱甲咱管的，安尼一个政体安尼尔。你若切无断，你甲这个物件绑做伙，当然嘛中毒。所以你承认一中的疑虑，就是讲我们会被统一啦。哦，我们会被统一，对不对？咱今仔会安尼嘛？我们是谁啦？我们是谁？我们是台湾人呢，我们不是中国人呢。他要统一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不要去参加选举，就可以把他的合法性降低。来，同意率，蔡英文讲的，中华民国等于流亡政府，选举前啦，啊，选举后讲，不是，那个出国前啦，去美国前讲等于流亡政府，啊，去美国了后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啦，啊，流亡政府唔就等于台湾？敢是，因为咱即马拢感觉这个流亡政府等于台湾，伊咧代表台湾说话，因为台湾的人民不说话啦，台湾人民没有站起来自觉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今仔日先是伫遐做这个台湾民政府，先去告美国，先啊借着美国的气力，甲咱成立这个民政府，就是因为咱台湾人已经站起来，但是无够，即马人数无够啊。今仔日73啊。一支啊，50个人，你看现在才几个人？来，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啦，有无？最近的新闻尔，国有报讲的啊，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大家骂到要死，叫到要死。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为什么他的政府在台北啊？请问为什么？他流亡了吗？他流亡了吗？中华民国只是用来骗台湾人而已啦。分析你看见的真与假，来看案例二。影片来帮助咱建立一挂观念来做分析啦，哈。这是伫美国的纽约一个咖啡厅吼，伊咧做一个实验啦，啊好看，吼咧要看现场的人吼，的人客吼，看到这的情形吼，会有啥物款的反应？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Get some napkins, clean it up, it'll be fine. Fine, there's coffee inside 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Whoa. Whoa. 啊，这会惊到，台上的人客都不知影。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好，听着，注意听我问的问题哦。你感觉这出广告还是讲影片是真呢？请举手。哎，这边大家开始有一挂理性了哈。来，这出影片几个啦哈？你感觉伊是假的？请举手。哦好，下来。第二站的问题要去问个题哦。迄个人吼、哦，会安尼浮起来吼、哦，是真呢？请举手。假的，请举手。好，下来。真的啦。真的，我要跟你讲，真的甲假的就是分一只，请你把理性提出来，唔通用感性，吼、哦，莫像在场安尼。迄、那个人会浮起来，迄、那个桌会走起，迄、那个车。迄、那个画，迄、那个壁面的图会落来，真诶啊！因为伊个是机关嘛，物理性，安知无？物理性，物理性的东西嘛，它有机关啊，啥物人体拢吊会起来啦，除非讲你敲崩啊。这个影片里面那个部分，哦 ，a part of 那个部分是真实的，可是，在你没有看见。后面有机关的情形之下，你如果在现场，假的部分在那里，你会以为那一个人有超能力，你以为是那个人的能力让那个人飞上来，让他的能力让那个画尖叫掉下来，那个能力让手把那个桌子推出去，那个桌子刚刚他不是有秀出遥控器吗？你去遥控会不会动？会吗？我去遥控也会动啊，除非它没电啊。所以那个部分是真的，掉起来的东西也是真的，东西掉下来也是真的。但是那个人演出来让你感觉他有那种能力，这件事情是假的。理性跟情感，请你把它分开来。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啊，中华民国后面有真相啊，咱现在看到的台湾后面有真相。但是咱看袂到啦，你若无解读，你看袂到啦。来，好康那个水尾哈，媒体甲咱讲的中华民国甲台湾啦，好康拢中华民国啦，咱有讲过来。瓜地喇嘛帮中华民国是帮助瓜地喇嘛灾后重建的哦。来，圣国是中华民国坚定的友邦，大家刚才圣国是哪一国？不知道啦，其实我还袂查到，进前我嘛唔知道有一个叫做圣国来。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我听鬼枪也就，哦，这很有知识的人，我连听都没听过，叫那个圣国。来，中华民国持续慈航援飞菲律宾滇缅红胎嘛，啊、哦，哎，拢会去爱心送爱心呢，哈、哦，有吧？来，甘比亚用过去的一个断交嘛，哈、哦。过去十八年是中华民国可靠的伙伴，何康啊，你看可靠、爱心、援非来，所以为拢台湾来。台干，不是台干哦，台干，闪电断交，奇怪啊，建交拢恁中华民国啊，台断交拢台湾，大家无感觉计奇怪，你来看新闻拢未去看这個。拢哦，那你得听哦，对，哦，台湾哦衰啊，那个国际的孤儿啦，啊，那个失去一个邦交国家啦，哦，安怎来？有啊，甘比亚与台湾断交立即生效，啊，建交拢令那断交拢完。来，台湾是东亚贪污最严重的国家，贪污的拢台湾，中华民国拢上清廉。来，菲律宾吃定台湾。有无？拢没吃定中华民国。注意，请大家注意，媒体正在消融中华民国与台湾认知的差异，他要让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所以你要把这个物件给切落等。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来，你看，我成为美签候选国，台美关系有无？啊，结果才给他放一张中华民国的这张，有无？拢男男做伙啊！你也无去分析，请问这个我是谁啦？
这个我到底是谁？中华民国啦。来，你看，这边没？菲律宾公布援助国，台湾与欧盟并列哦，消融了，现在开始消融了，很多东西都混在一起。你注意看哦，加里公跟日本、荷兰、以色列、荷兰什么并列哦，然后加哦，与这些欧盟国家并列，结果呢，中华民国加，哇，台湾虽未列入21国名单，但并列哦哦，何康来啊来。中华民国捐20万美元，啊，管钱拢你咧管，啊，啥物人的钱？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哈，请你切落灯，一定要甲切落灯啊！来，请你唔通参加选举，因为你所投的每一张票，拢是咧支持流氓政府，留伫台湾的合法性。你去投嘛，伊甲国际讲啊，你看台湾人民拢支持我。无论哪赢，你个赢，你个投票率那关底50%，你看，够一半的台湾人在支持我，我会当伫台湾，因为我是台湾人支持的合法政府。你去投票对，投出这个结果出来，选边选情拢神圣的一票无？哦，拜托拜托，请你投你诶，这个投你新鲜的一票，投你的专宝贵的专家票有无？我讲左算，拢嘛安尼讲。来，选后两位你的口袋啊吼，摕钱啊，吼，选前神圣的一票，选后就可以从你的口袋拿钞票了。选前人民是主人，对不对？来，选后我是人民的主人。现在政治在升级这种东西，有吧？人民的主人呢、啊，有吧？人一个鬼啊，要成亲呢、啊。那头壳内底哪个有迄种中国式的歌？安尼，咱得中国作亲啊！伊那是人民选出来，伊应该甲归呢，是伊甲归呢。主人伫遮呢，啊，煞变主人，煞变萝卜咧甲萝卜归，啊，主人萝卜煞变主人，去食官，就是在咧讲这啦。来，统独问题的破解来。独立的前提吼，就是脱离母国啦。咱若要独立，就是脱离母国啦。来啦，我问你，你的母国是哪一国？很多人认为母国是中华民国，是中国。如果你是用这种观念要独立的话，哈，要独立的话，那你就落入了你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圈套。这样了解齁，所以独立不可行啦，不可以独立啦，不可以独立是在讲这啦，法理上的啦齁。独立思想的产生是因为咱不想要被统一嘛，对不对？是不是？那就不想要统一，所以咱自然会去想讲咱要独立嘛。但是这后边咱不去想讲这块土地的主权拥有者是谁嘛。咱就足简单，咱用逼开，咱就无想要互这个中华民国管嘛，无互这个流氓政府管，所以你产生了不想被统一的思想嘛，这足自然的。我过去嘛是安尼嘛，但是咱若无读法律，咱根本唔知影，原来咱有一条光明的路伫头前，要怎行？用法律来行。统一的是两个政体的合并啦，吼、哦，东西德两个政体嘛。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政体嘛，啊，你要看哈，来，自由时报的被派人工拒绝统一的和平协议，人因到要去统一，因中国人要统一，啊，咱来甲咱台湾人做民意调查是咧创啥货？你是咧反对人去统一创啥货？人因要转去啊呢？啊！你个唔甘伊转去，讲啊，袂使你袂使转去，你袂使统一。咱有切开无？请问你反对中华民国中国人要转去中国团圆，佮你台湾人甚物关系啦？我以前故装完了，所以中华民国唔是台湾啊！即你啊切到转，你啊切无转吼，咱永远拢逃袂开啦！那即个夹，
这毒根拢逃未开啊！台湾的地位是啥物？来，美国吼、哦，建宪国，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加了下，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利坚和中国。来，日本是被美国占领的，迄阵咱规个大日本的土地啦，吼、哦，昨迄个秘书长嘛，你看嘛，红色的迄拢是大日本的土地领土啦，吼、哦。来看案例三。这二战的纪录片哦，哦，啊，等一下准备按暂停。麦克阿瑟将军。你签投降书的时阵哦，这日本的这驻派代表嘛，哦。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On behalf of Emperor Hirohito.Foreign Minister Mamoru Shigemitsu signed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Japan accep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他说这个当初是日本政府去签的啊。Are closed. An empire lost. Territories formerly under Japanese control.Were divided into 5 surrender regions to expedite capitulation of field commands. All enemy forces in China, as well as Formosa and northern Indochina, yield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hose in Manchuria and northern Korea and Kabukdo to the Soviet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Far East. Those in Burma, Thailand, southern Indochina, Malaya, the Netherlands, Indies, New Guinea, the Bismarck Archipelago, and the Solomons.这拢算，这边算太平洋战区啊。Admiral Nimitz accepted the surrender of the troops in the Ryukyus, Bonins, and Mandated Islands. General MacArthur. 暂停。美国伊讲吼，伊讲伊占领美日本的土地啦，有无？这两地，这拢是啊，啊，这在台湾有无？咱头拄仔看到吼，这美国占领的啊，好，禁掉。美国占领咱台湾。咱台湾就是日本啦，就是日本的土地啦。但是呢，咱台湾无直接去予美国占领，去予即个流氓政府代理美国占领到今仔日。这就是即马台湾目前的状况，咱地位的状况。所以咱要哪去解读媒体？你徛伫即个角度去看的时阵，来看案例四。注意看这个过程发生什么代志吼，伊这是咧，甲一个扑克牌诶，背后边一色吼，甲全部拢变过哦。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大家有发现，看看上面代志发生无？敢有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3 of diamonds. The 3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大家敢有感觉怪怪？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Hey, 伊讲吼，这唔是干那咧讲这个，讲这个扑克牌尔。伊讲有四个所在色已经变过啊，吼，伊个衫裤。啊，这个查某囡仔的衫裤，吼、哦，啊，倒巾甲背景拢换过色啊！你敢大家敢有发现？敢有？来，一开始是安尼嘛，啊，伊用另外一个角度，诶，摄影机去帮你看。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一开始伊穿黄色的衫裤嘛，啊，倒巾黑色的啊，背景是这个蓝色的啊。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 to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我无按换过啊，啊你头拄拢无发现对不对？头拄伊衫裤已经换过，你拢无发现啊？有无？啊伊即支镜头一直咧照伊，咧伊咧照伊要互你看的。啊伊阁换过好无？啊啊阁换一副扑克牌，即、這个魔术我嘛要变。啊倒金换过好无？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Oh, but again, what's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这个影片在跟您讲什么代志？媒体的迷障，伊在转移焦点，焦点与转移焦点，焦点就是讲吼，伊是予你看的啦。第一期点影机，咱这个媒体拢要爱你看这个。后边咧发生什么代志，咧变什么会，咧换什么会，他都不要让你知道，他只让你看到他想要让你看的。那你今麦媒体就是咧做这个动作，好、哦，有无？他想要让你看的啦，看这报偌久啦，啊，等年、元旦、跨年啊，拢来这套，有钱办宴会，无钱拼经济来。有无？啊，一个人过生日啊，报足久。来，有无？最近的啊，肠炎这件代志开始一直咧报，有无？你注意看，吼、哦，来，洪中秋最后迄过去有无？两三个月啊，得搞书法去办就好啊，你报这个啊。来，被转移的焦点。来，日本安倍智力修宪，你敢知？日本最近咱民政府上课了，你看国际媒体的新闻消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来，服贸，吼、哦，这代志后壁因咧签什么会，足重要呢？我唔是讲无同意，也是同意的。迄、那个我是讲爱去关心国际诶国家甲国家，也是咱亚太地区的军事，即发生什么代志啦？吼、哦，来。防空识别区最近的嘛，吼、哦，种新闻拢去看的，但是这新闻拢做短，拢一下就过啊呢。伊袂甲你连续做连续剧，安尼一直甲你做，一直甲你做呢。来，最近的有无？日中如果开战，中国不敌日本，哎、欸，就去看这种新闻啊。等于还去看这个新闻，好、哦，你咪看小鸭，是要创啥？来，有无？中华民国最近讲。首都在南京，欸、在南京啊，这个有人每个被施工，教育部封了，教育部没有封，他说的是真话，只是我们被欺骗了。然后那些说他封的人是怕你太知道太多，你们台湾人觉醒的太快，我们就会走得更快。哇，一群人走去中国的南京，也冇起一个所在叫做总统府，啊，给这个国，因迄个国旗去啊翕相，请思考为什么这些新闻。一直不断的在出现，好、哦，思考一下为什么最近媒体一直在报这种东西，好、哦，台湾地位正在浮上台面了，台湾正中华民国正准备回家，他能够对台湾的经济尽量压榨就压榨，他会如果让你知道太多这种，他不封锁这些消息，他让你知道太多，你会觉醒太快。所以能够尽量封锁就全面封锁。媒体为什么没有民政府的消息？如果有都是负面的消息，为什么？他不想要让你知道真相。对中国，如果你越慢觉醒啊，对他们就越有利。你看清楚了没？台湾人，你看清楚了没？台湾的地位将回到历史原点，你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本土的台湾人，赶快醒过来！赶快邀请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醒过来！只有法理啊，只有国际法，才能为台湾找出一条路、啊。六十八年来，都有一个人叫做林志成博士，无张持去读着国际法，
无注意去甲一个门甲剪开，互咱会当对这个政治的台湾看了一道光。刻意一个人的开力无够，咱大家人拢爱读册啦，无得诈骗集团招你来读册啦。咱大家拢爱摕这个台湾法律、台湾新台湾论去读啦，哦，所以今仔日讲到这，希望大家。我头拄仔坐计程车来啊，问计程车司机啊，伊讲有个人哦，上课上了，等于甲伊讲，啊，你上了安怎？伊甲问啊，伊讲我拢去遐读书啊，你开6000块来才读书，毋足无彩吗？既然有心都要来，你来6000块来才读书。最后吼，我甲大家祝福啦，吼，我甲大家祝福啊，来，我做一个简单的祈祷啦，吼，愿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大开力。带领咱台湾人走出政治的棱角，走出一条真佮新的活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多谢各位校园，请起立。好，下课休困10分钟。